录像。早上好，我是徐爸。早上好，我是 Carly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178天。今天是我大声朗读的第178天。是的。178。178。第一首是刺猬。刺猬。可爱的刺猬。可爱的刺猬。你身上有那么多。你身上有那么多。扎人的刺。扎人的刺。叫我怎么抱你呢？叫我怎么抱你呢？很好，第二遍。可爱的刺猬。可爱的刺猬。你身上有那么多。你身上有那么多。扎人的刺。扎人的刺。叫我怎么抱你呢？叫我怎么抱你呢？非常好，我们看下一首，叫做钓鱼。钓鱼。天黑了，天黑了。天黑了，天黑了。钓鱼的，回家吧。大鱼钓鱼了，回家了。你的妈妈在等你。你的妈妈在等你。鱼儿的妈妈在等她。鱼儿的妈妈在等他。好的，再来一遍。天黑了，天黑了。天黑了，天黑了。钓鱼的，回家吧。钓鱼了，回家了。你的妈妈在等你。你的妈妈在等你。鱼儿的妈妈在等他。鱼儿的妈妈在等他。他应该会把鱼儿放了吧？对，鱼儿的妈妈也在等他呀。那他钓鱼是为了干？是为了好玩吧？对。鱼有尾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首好玩的，这首之前读过，叫做《有条蚯蚓真可笑》。有条蚯蚓真可笑。的蚯蚓，有条蚯蚓真可笑。有条蚯蚓真可笑。顺着鼻子上下跑。顺着鼻子上下跑。哧溜一声出来了。哧溜一声出来了。哧溜一声进去了。哧溜一去进去了。不是蚯蚓是鼻涕。不是蚯蚓是鼻涕。掏出手绢快醒掉。掏出手绢快醒掉。不要挂在鼻子上。不要挂在鼻子上。让人看见多不好。让人看见多不好。这个蚯那个鼻涕就像蚯蚓一样挂在鼻子上。我们再来一遍哈。有条蚯蚓真可笑。有条蚯蚓真可笑。顺着鼻子上下跑。顺着鼻子上下跑。哧溜一声出来了。哧溜一声出来了。哧溜一声进去了。哧溜一声进去了。不是蚯蚓是鼻涕。不是蚯蚓是鼻涕。掏出手绢快醒掉。掏出手绢快醒掉。对。不要挂在鼻子上。
不要挂在鼻子上，让人看见多不好。让人看见多不好。很有趣的一首啊。好，我们来读一首古诗，题目叫做《渡汉江》。东汉江，唐·宋之问。唐·宋之问。岭外应书断，野外应书断。经冬复历春。今冬复历春。近乡情更怯，近乡情更怯。不敢问来人。不敢问来人。好的，很好啊，再来一遍。岭外应书断，我要比。野外应书断。我还想玩。经冬复历春。京都风映春。近乡情更怯。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不敢问来人。好的，好，我们来读一首加尔曼的，这首之前读过，叫做《不知不觉入睡的叔叔不知不觉，》。对，入睡的叔叔，叔叔。他在地铁上睡着了。作者是加尔曼。我有一天我有一天在地铁里。在地铁里看见一个叔叔，看见一个叔叔，靠在地铁栏杆上，靠在地铁栏杆上。站着，站着，一会儿眯着眼睛，一会儿眯着眼睛，一会儿睁开，一会儿睁开，一会儿又眯上。一会儿又眯上，他一会儿做梦，他一会儿做梦。一会儿从梦里出来，一会儿从梦里出来，就像大山的山顶，就像大山的山，山顶，一会儿在云彩里。一会儿在云彩里。一会儿又从云彩里一会儿又从云彩里显露出来。显露出来，对，做梦的样子好像大山一样。我们把第二段再读一遍哈。他一会儿做梦。他已经在梦。一会儿从梦里出来，一会儿从梦里出来，就像大山的山顶，就像大山的山顶，一会儿在云彩里，一会儿在云彩里，一会儿又从云彩里一会儿又从云彩里显露出来。显露出来。这个就叫睡得云里雾里，迷糊糊的样子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首，叫做《哄你睡觉哄你睡觉，三三，》。三，对，作者是刘墨文。刘墨文，迷途未返，迷途未返，总有意义。很有意义。
马儿也要歇一歇。马儿也要歇一歇。我们在路边小憩。我们在路边小憩。对，小憩就是休息的意思。挑出你挑出你发丝里的细草，发丝里的细草，拔出你拔出块你，衔在嘴角的发梢。衔在嘴角的发梢，对，你的呼吸你的呼吸。何时这样轻过？何时在你的听过？这样轻过，是何时这样轻过？何时这样听过？是的，非常好。我们再来一遍哈。迷好，途未返，迷途未返，迷途，迷途未返，总有意义。总有意义。马儿也要歇一歇。马儿也要歇一歇。我们在路边小憩，我们在路边小憩。挑出你挑出你。发丝里的细草，马苏里的细发，细草，发丝里的细草。细草，对，细细的小草，拔出你。拿出你，衔在嘴角的发梢，全在你，嘴角衔在嘴角的的发梢，发梢，对，你的发梢，你的呼吸，你的呼吸，何时这样轻过？何时这样经过？的，好。我们来看下一段，在银河般在银河般，深邃的夜里，风碎的深深邃的深邃的夜，夜里，对，一次次将我击落，一次次将我击落。亲爱的，晚安。亲爱的，晚安。你睡你的，你睡你的。我看我的。我看我的，这段再来一遍。在银河般在银河般，深邃的夜里，深邃的夜里，一次次将我击落。一次次将我击落，亲爱的，晚安。亲爱的，晚安。你睡你的，你睡你的，我看我的。我看我的。好的，把《行路难》再复习一下啊，上周读过一遍的《行路难》。行路难，李白，唐李白。金樽清酒，金樽清酒，斗十千，斗十千，玉盘珍羞，玉盘珍羞，值万钱。值万钱，停杯投箸，停杯同主，不能食。不能食。拔剑四顾，拔剑思过，心茫然。心茫然。哎，我们再来读一遍哈，再读一遍时间就差不多了。金樽清酒，金樽清酒，
斗十千。斗十千。玉盘珍羞。玉盘珍羞。十万钱。十万钱。停杯投箸。停杯投箸。不能食。不能食。拔剑四顾。拔剑四顾。心茫然。心茫然。好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刚才我看到我们和五十一人一起大声朗读。好棒。今天我和五十一人一起大声朗读。我觉得我很开心。我觉得我很激动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江二曼的时候你们都要来啊。江二曼是这个六的下午五点钟。对。大家想不想看一下江二曼？对呀、啊、江二曼已经十三岁了，还有他的爸爸。和他爸爸本